可以合作开。 后面的小车也在走。 停下了，准备套后面，因为公路梁比较轻嘛，所以套钢绳，这样效率要比高铁梁要快很多。后面也开始停梁了。 只需要几分钟，就可以把梁拖过去，车头推过来，要和后面的车尾连接，连接好，它就开走，又开始推了。 现在位置够了，前车后车连到一起，运粮车开走了，又去运粮。我估计啊，一个白天抓紧干的话，可以架20孔上下，这个效率要比架高铁梁快很多，毕竟梁的重量差距很大。 所以不一样，开始落梁，落没落梁就看那个绞盘就知道了。有一个黄色的标记，正在转动，逆时针旋转，两边同时落的。快放到位的时候，也要精调位置。师傅在桥墩上的，开始调位置了。 位置要仔细的调，要调正，还要焊接。位置调好了，好了，高速公路的丈量视频就到这里了。